一首网络红曲为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新春文化节掀开序幕，文化表演、新年传统习俗、回春、春梅画意等等内容目不暇接，全都由中学生群策群力。华文的 culture 很多东西，华文这个语言其实是很容易又很 interesting， 剪纸那个部分很有趣。我是以前不知道 Chinese culture 有剪纸，所以我觉得很 creative。 很开心，刚才有听到孩子们说，他真的体验到，然后真的喜欢上华文、中华文化，我很感动。我们觉得华文课，它其实不只是在课堂上上课，我们就觉得这些文化知识跟习俗一定要传承下去给小辈们。 小学弟弟妹妹可爱逗趣的表演，中学哥哥姐姐成熟精湛的才艺演出，带动全校师生沉浸在农历新年的欢愉里。此外，老师也在课堂上鼓励孩子们制作新年装饰，让校园充满浓浓的年味。主题我们是以龙年福运、传世光辉来定下来的。我们想要在龙年的时候让大家可以去珍惜他们的身边，还是一些文化、人和物这样子。我的整个筹委学生们呢，他们都还蛮就是积极的面对。那其实我也还蛮感恩，就是这些学生们，因为他们会利用他们自己的一些时间去进行练习，即便在整个过程中是还蛮辛苦，但是我觉得之后 他们在这个整个活动有所成长，我觉得是还蛮值得的。马来西亚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是个多元文化、多元种族融合的教育殿堂，彼此相互认识、了解文化背景，有助于促进国民团结。麦大爱、叶嘉宁、吴素燕、刘玉丽、陈仁德，吉隆坡报道。